王总，这经商以后这气质是不一样了哈，你喝个可乐都得用红酒杯了。要的就是这个派头子。小米粒儿啊，你知道什么是生态环保吗？知道什么是 PM2.5 O2O CO CBA 吗？我只知道郭艾伦。你知道的太多了，请看，找你。这啥呀？我们公司的规划图。图呢？这儿呢。这不一个线儿吗？对溜，就是一条线。我相信我们公司在我的带领下，业绩会直线上升。小米粒，坐。哎，我5分钟就能改变你的命运。我现在做网商呢，网络传播多快呀！嗯，我呀正在卖空气净化器。我爸的一个朋友是咱们东北三省的经销商，看，合同我都签完了，我准备垄断东北三省的净化器市场。哎呦我去，王倩，真事儿啊！哎呀，你太牛了！牛什么牛？牛什么牛？3年以后你再夸我啊！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1年上亿，2年上市，第3年我就退休。不是应该好好的，为啥退休了呢？钱挣够了呀！哎呦我去，我头一回听说钱还能挣够的。等到那个时候，我的钱呢就挣得高高的了。小米粒，以后你就跟我干。我们公司缺一个形象代言人，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我给你定的目标是：第1年开上宝马，第2年住上别墅，第3年你也退休了。飞哥，那我能不能到时候返聘呢？为啥呀？因为我不想退休，我没挣够。瞅你那没有出息的样子呀！哎，王小倩啊，那什么，我记得不是形象代言人都得是明星什么的吗？你看我行吗？这话让你说的，不就我一句话的事儿吗？我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我说你不行就不行，行都不行。那我到底行不行啊？不服不行，你是真行。小米粒啊，以后啊公司就是咱们俩的啊，有什么事呢你都可以为我做主。哎呀妈，真的啊。哎，王总，那你说现在需要我为公司做点什么呢？你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立刻马上撒楞的去咱们沈阳最大最好的商场五爱市场买一件差不多点的衣服回来，我给你报销。不是，我这衣服不挺好的，多卡哇伊呀。你的品味啊一直就上不去，现在你代表的不是你自己，是代表我们整个公司的形象。快去，我快去啊啊！好，驾！哎哎，我驾驾驾驾驾！哎，成了，成功了。那个，这个净化器我是1000块钱上的，卖1250，一台我就挣250。那个公司成立了，形象代言人也有了。现在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没有解决，就是这些破玩意儿我什么时候能给它卖出去呢？哎呀，卖出去了，卖出去了。哎呦喂，卖出去了，卖出去了，卖出去了。爷爷爷爷爷爷，哎，这儿呢，爷爷，我在这儿呢。哎呀妈呀，孩子啊，你给我配这个眼镜是多少瓦的？我呀这看不清楚啊，这不代表咱们公司形象啊。你可拉倒吧，在家不戴了。哎呀妈呀，那个我戴上它都花，看不见。都卖出去了？都卖出去了。30台都卖出去了？连样品我都卖出去了。原来我的爷爷呀。你干什么？你吓死我了你的。爷爷你太厉害了，你是头子冠军。那爷是谁？隔壁老王。年轻的时候我是没下海，我跟你说，年轻的时候我要下海，我经商那马云算老几呀、啊？爷爷，我宣布，本月销售冠军，隔壁老王。爷爷，爷爷。嗯，我采访你一下子，你此时此刻是什么心情？特别激动，我这个
我此时此刻我心里特别高兴，我这个孙子终于成功了。爷爷啊，既然咱们成功了，把那个钱呢拿出来，咱们一起分享一下吧。不要一起分享，孩子，钱那爷一分钱不要啊。你要成功了，钱都是你的。好嘞，那走，挣钱了，买机器的钱，挣钱。这是什么钱？机器钱。你多少钱一台卖的？250。不是，谁给你定的价是250啊？你告诉我说一台250，我说的是一台挣250。不对，你说的是一台卖250，我说的是挣。你好像说是卖。哎呦我的妈，你啥耳朵呀？哎呀妈，我整错了，这个怎么办？这爷爷啊。那30台也是这价卖出去的啊？你爱价钱卖的，你坑人了，我的爷爷呀！哎呦我的妈呀，你这坑老人了都啊！哎呦我，不是孩子，什么玩意？不，还老？不，孩子，我给你，还听，你听爷爷讲，钱，做买卖哪有不赔的，对不对？谁敢说你开买卖就挣钱，都得赔。对不对？以后他再挣，我给你算了，没赔多少，这把就赔30000来块钱呗，是不是？你真正想的啊？啊！我跟你说，我的爷爷曾经跟我说了一句话：干事就不要怕失败，因为失败是成功他妈。啊！人生的路哪能那么没有坎坷呀？哪能那么平坦呢？爷爷，对不对？你要这么说，我就放心了。为什么呢？我是拿你的养老金上的货啊！我这个养老金，他你拿我养老金上的货啊！哎呦我的妈呀！你这个孩子，你怎么这么大的事儿，你不和我商量吗？你哎呦，爷爷，毁了！听我说，爷爷，有位爷爷说的好，做买卖哪有不赔的？没赔多少，才赔30多块钱。30块钱我都心疼一个月，我这。爷爷，你听我说，有位爷爷的爷爷还说过，失败是成功他妈。人生的道路哪能一路平坦，都得遇上点沟沟坎坎啥的。你白说这些没有用的，你说现在怎么办？那个爷爷，你看你站着啊，你给范奶奶打个电话，咱这货不卖了啊，咱这货不卖了，不卖能行吗？不卖能行吗？他都买去了，他说咱这个货特别便宜，还好使，结果那30台也是他定的，定金都给了，这500块钱，定金呢？啊。我范奶奶也不傻是不是？就我傻呗。不是，真的啊，爷爷你也别着急，你真的啊，你给范奶奶打个电话，你就说这货啊不行，有问题，不卖了。哎呀我的妈呀，你说这做买卖有这么干的吗？啊，你说出来的话还能吞进去吗？你讲不讲点信誉了？要不要个脸了？要钱要脸呢？要脸，退休金没了。要钱，赶紧打电话呀，大爷。打电话，行，赶紧打。行，我实话实说吧，你怎么办？哎，爷，你过来，怎么了？千万别实话实说啊！那不怎么办？定金都收了，实话实说，咱俩就赔了。不，那怎么办？不实话实说，你先打电话让他来，完事我想办法啊。这想办法，赶紧的。哎呦我，你说我这么多余吗？你说没事找老范打个扑克下个棋多好，非得干这个破买卖。你说这问题，哎，老米啊，咱家来一趟呗。有事儿，你不用问什么事，你来吧，快点啊！哎，你说这，你说这，想好了吗？那个，爷爷，你真的啊？范奶奶来了，范奶奶，你啥也别说。那怎么我不说？你就，他说啥你就一答应。好什么？其他事交给我。好什么？记住没？啊，那记住没？交给我。这不是掉了吗？这不是。哎呀，老王大哥！哎呀，找我啥事儿啊？你说我正做饭呢。不是，你找我来啥事儿？是不是身体哪不舒服了？
赶紧上医院走。嗯，不是你，你可别停啊。嗯，不是，这有病真得上医院。啊啊！哎呀，看到没有？啊！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妈呀，倩儿啊，你这脸！樊奶奶，你坐，我和你慢慢说。哎，回来。情况啊，是这么个情况。事情呢，是这么个事情。停停停停，孙子，哎，不管往下，你要跟奶奶说啥，先把你手机这音乐关了，行不？关了，奶奶一听心里就堵。范奶奶，哎，你听我说啊，我们不进了一批250块钱一台的净化器吗？对呀，奶奶正想跟你说这事儿呢，老好用了。我不留一台吗？正好你二姑怀孕了，我把那台就放你二姑那房间了。哎呀，你二姑高兴的。我一寻思，这好事也不能自享啊，是不是？我呀又跟你爷爷订了30台，让我那些老姐老妹儿老哥们们都享受享受新鲜空气。捎带着呢，还帮着你们爷俩创业了，你看两全其美不？那啥，我给你爷爷4500块钱定金，剩下钱我都带了7000块来了，我拿着。爷爷，爷爷，啊，别说话，钱你还能借钱？那个，转台。范奶奶啊，这钱我们不能收，这30台机也不能给你啊，就你家那台，嗯，也得退回来。哎呀妈呀，这是钱，不是我用的挺好的，怎么还能退呢？那机器产品质量出现了问题，得召回。咱这质量挺好的不是吗？别说胡话。啊，那机器有啥召回？有毒啊？有毒啊？你看啊，一打开 ，PM2.5 是下去了。甲醛蹭就上去了。哎呀妈呀，孩子真有毒啊！不光有毒啊，还爆炸呢！啊，还爆炸！就刚才呀！啊，我拿这个插头，往插座上面一插，啊，滋滋冒火星的，我就含口水，往这顶上，突突突突突突突，当！就大了。哎呦我呀，王小倩，你说你怎么这彪啊你啊啊！你彪成什么样啊你啊！爷爷，我求你了，别说话，爷，我求你别说话，我求求你让我说话行不行？你别是那爷了，你一边带去吧。不是老王，老明，我跟你说，情况是这么个情况。什么情况？孩子要创业呀，进了个空气净化器啊，是1250。我结果我听了个250，卖给你了，卖一台我赔1000呢。哎呀我的妈呀，小倩儿啊，小倩儿啊，闹了半天是这回事儿啊？那你就跟范奶奶直接说呗，你瞅瞅你又爆炸又有毒的，这把奶奶这心脏吓的。哎呀我的妈呀，咱们做生意经商啊哈，主要得讲那个道德，知道不？你说你刚才编这番话是不是骗客户啊？啊，我知道了范奶奶，我知道错了。错了，行，这么的啊，那30台正好我没说出去呢，咱们就退了。不是、啊，是你太可怕了，你把定金都交了，你出手太大了，一下30台，你担心个妈也太多了。那有啥的呢？是不是？那咱就不要就算了，不就差这一台吗？这一台我必须得留下，因为用着挺好，不就差这1000块钱吗？来，范奶奶，范奶奶不用了，拿着，你必须拿，那个、拿着。不，这不用。那个我二姑不是怀孕了吗？就当送给小宝宝的一份礼物吧。哎呦我的妈呀，你看看我孙子想的多周到。孙子不用，你二姑那头不用，这个呢就算范奶奶支持你创业了。你创业大伙支持你是对的。谢谢范奶奶。哎呀老米啊，你不愧为哈是我年轻时候心中的女神。哎呦我别酸了你。王总在这儿。王总。哎王叔。妈你也在这儿呢啊，等会儿再跟你说。哎呀妈，王总咋了？那什么，我告诉你个天大的好消息。啥好消息啊？刚才你不是让我去买衣服吗？我走半道上碰见我二姐了，二姐就跟我说你卖给她那个净化器太好用了。我一想，我现在都是咱公司的形象代言人了，我有义务为公司宣传呢。结果我就把这个产品信息发布到网上去了。你猜怎么着？怎么了？一个大经销商找到了我，他说你们公司的净化器简直太好用了，价格又便宜，才250块钱一台，他一下就跟我订了3万台。啊，这不我们合同都提前好了。那我厉害不？姑娘
咱别说了，快回家。咋的了？走走回家。不是你，哎，那个发财了，王总，这回发财了。核桃，3万台。哎呀，我的命！